我们哈，我做43年。对了，还有一个。43年，你看起来很年轻。加速老公，欺负员工，红家兄弟，赶快再过。加速老公，欺负员工，红家兄弟，赶快再过。华龙工会再罢工，华龙工会。其实从16年前一直到现在，都持续的在发生这种情形。那先前有一些官场失业劳工，他们16年前，也受到这样的一个迫害，然后也经过一些抗争以后呢，那国家当时有贷款的方式。那在当年的时候，我们希望说国家用代位求偿的方式来帮助这些劳工解决问题。那16年之后呢，我们发现这个问题持续的存在以外呢，甚至于就是说。那更多的这个劳工一样在这种情况之下，那受到这种迫害，仍然求助无门，所以我们也希望说，透过像这一次他们的举行呢，那把这个代位求偿的这个制度呢，那由政府呢担负起，就是说他的公权力的执行上面能够做到落实保障劳工权益的这样的一个公权力。已经10几年了，所以这次大家。昨天下午从25K 桃园市出发，将经过了龟山，到了这个新庄五股，今天早上第4天。我们从五股台一线7K 出发，就这样走到了接近忠孝桥接近台一线0K 的地方，转到中华路，转到中山堂来。这是我们过去4天做的事情。我们求的是说，未来那所有的劳工问题能够在这个阶段起步上面呢，大家一起共同打拼的努力，大家一起加油。我们很清楚，我们政府的无能。我们这些企业家的黑心，才让我们一个一个一直罢工下去，对不对？对，加油！加油！洪家兄弟，赶快采购！洪家兄弟，赶快采购！华龙罢工，一定采购！不行，白宇，坚持到底，赶快采购！不行，白宇。不行，白宇，坚持到底，政府何在？你最多放开吗？华龙罢工，一定成功。华龙罢工，一定成功。公司没有给我们钱啊，给我们是谁写的抗议啊？下级要上学啊，小儿子要上学，我们血汗钱都没有了啊，就没有这个。You want to be you, you want to share.还有我们官场工人连线，这么多老工人，上一次差点卧轨，为的只是老板跑掉了，应该给他的钱没有给，政府却追他们的债，这样子过河拆桥的做法。让我们这些工人怎么都安心，对不对？对。劳委会结合的苗栗县长找华龙的资方，不让我们工会参加，结果他们做出一个决议，说依劳基法来讲，退休金打4折，资遣费打4折，你劳委会要执行国家法律，你苗栗县政府要执行国家法律。结果跟资方勾结，决议要我们工人接受
四折的退休金，四折的资遣费，这个政府怎么回事啊？我们的法律是假的吗？洪大明本人非常的有钱，甚至可以登全版的广告来跟政府对抗。这么有钱的人居然可以申请破产，然后华龙说都没有钱来付给我们劳基法的权益，我们要求政府要彻底查清楚。现在我们要开始走动了，好，现在开始走，一起走，劳工受苦，劳工受苦，政府何在？政府何在？劳工受害，劳工受害，政府无奈，政府何在？我们华龙罢工的员工要走到凯达格兰大道去，为的是要争取我们的退休金跟资遣费。无情的老板翁大明，他们不但两手一拍，然后自己有开名车住豪宅，我们却连这些钱都领不到，资方还要打折我们法定的资遣费跟退休金，所以我们不得不来到凯达格兰大道来表达我们的愤怒，并且向马英九总统陈情。那么先生，在这个下雨天，我们心情感触更多，我们更痛苦。那个下雨，那个雨水就滴在我们的身边，到现在也没有退休金，也没有资遣费，工作日夜工作了几十年，到最后什么通通都没有了。然后最可怜的老工人，真的是通通都没有了。因为这外面我们本身的员工就将近200个了，那你说200个等于就有超200个家庭，还有不那个罢工棚下面没有算，有那么多家庭，大家都要生活，没有钱你说怎么办？只要过下去啊。我们呢，我们大家呢，退休金之前会通通没有了，我们要怎么办呢？这个就是这首歌的意思啦。你不告诉你，还有天不平天不分，爱你给你来维艰，老板出国很威风，风雷口袋风风风，华龙罢工一定成功，华龙罢工一定成功，劳工受苦政府何在？劳工受苦政府何在？劳工受苦政府何在？一定要等到他们出来告诉我们结果啊，好不好？好，权益有三个，第一个，总统知道了，总统知道了，这是第一个权益。第二个权益，即使你代理总统会找王无权，回国的王无权来商讨这件事，这好像暗示我们必须要在这边待到礼拜一啊，但是他就说总统会在礼拜一找王文轩来谈这个事。第三，他说啊，华龙这个事情啊，找我总统府也没有用，甚至你们找行政院也没有用，因为只有劳委会跟苗栗县政府才能够来处理这个事情。有这三点的决议，我们华龙的朋友要留下来还是离开？留下来。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礼拜一。这个礼拜一是总统府公共事务处的陈主任所说的，所以让大家自己做决定。这三个决议我带到了，但是我们都非常痛心。公共事务处的主任非常诚恳地听我们的心声。但是这前者后面的答案就是这三个无关紧要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结论。